选这个，行，我不觉得行。有没有办法？你也要联系是？再下来一个。两位是？哦，这个是为了啊，为了那个啊，他就是那个就是，可以直接按下一步就了。挺难的 pass， 你完全换第二，这个 pass 有问题，他讲第七，第七可以吗？第七。哇，这个太多了嘛。设置的，你底饭是不是？底饭有没有？有啊，在上面有。可是它是底饭。他说第七，我觉得比较有问题的是。对呀、啊。可是他并不在第七，他可能会忽略吧，一般来说忽略。嗯。他比较要知道就是 cover 这些有没有？嗯。晒，嗯，你怎么拿掉？现在怎么掉？嗯，这样他会不会五十四？第五十四，哦，第五十四，五十四两两。那个变速的那个特点，那你是这个撇掉那些吧？为什么毛病太大？你说这个吗？你说五十四头那个东西，那个还是底饭？对，有点像那个就是底饭的样子。其实不重要吧，这边毛球的内容先忘掉。毛球内容忘掉哎，哦，让它产生脚位一样。因为它其实啊，有毛球的啊，就可以产生。嗯，先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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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把整个内容全部忘掉。不行，它有内容。啊。不过这个没有用啊，这个可以拿掉，这个已经没用。超过了，太多脚位太多，超过五十四，如果是 output 超过没有关系， input 够就好了，因为 output 很多游戏看不到，output 对，那也是看不到，那我干脆拿掉几个比较不重要的，对，其实可以变两个，我喝两个电杯，一个 output 的时候是在 A， 啊，另外一个是 output 的时候出，另外两个，哦，因为反正我 input 一样，我只是烧两次对他们的去烧不一样，这两个可以看不出来，一个是看不掉是 output， 哦，变成一个他放不下，那是因为16 bit 的关系，所以16乘以4，这个。它总共最多可以进去上五十四，对啊，所以拿掉一个，拿掉一个应该就可以了。先把 SW 拿掉，就不重要。这个只跟 jump 有关。嗯、我应该回去。
像这个社盟的时候应该是应该按照这个程序走，这次就没有警告你的行为。那可是下一步收费 CS 感去哪里，那吃出完之后回到库布斯图，这样我就得把这一个这一个单元遗漏的那刚刚还有什么问题呢？因为它的那个编码我刚刚不应该在那边编。哦，你说那个那个尖，因为他的这个中文的问题，对，因为中文，中文注解，不记得了，因为这里的编码就跟那边的哦，他的半边相反，因为这两个注解现在还是很重要的，再提一下，我还是得要再把这个打开的，对，内容还是在需要我们这个页面，在先回避，要不要回避了？要先回避，还是他按你，他会自己全部打开。你说哪里的？所以他已经会进来了。对啊，你同一个档名，他就去找这个档。应该就除非重新喊麦吧。哦，对，两个。因为我们 output register 嘛，这个大概就行。他其实把一句还在里面，刚刚把一句给你。哦，对，了解。好像可以。下回可能是刚刚那个 PSF 的教育的这些观察的。那就的话你到时候再就是他就说啊是因为你去看到在先问你你觉得怪怪的好因为我是主要不是这个就好因为看不懂，因为很多问题。我信托里真的是很多，像我大部分用 IC 库，我们现在跟你说，今天订单的 delay 怎么长，这个看一下信托里。就对硬体的来讲，可能然后可能就是那个问题，可能就是要去那个脚位档，根据这些脚的后面再设一个什么的信号之类的问题才能解决，如果不行。还是可以跑所以我们这个分太多了就很多就我大概可以跑出来我也分析那个人也就整天都严谨的时候他会所以说怎么样吐我就很大他管很多事情可能他们 speak 的 IC 表示说我这边的确在做什么事情要发我的规矩所以你没有的时候他就给你个问题自己在那个问题，人家就能告诉我，或者是你哪里错嘛？我前面有些年，他自己去谷歌，把这个问题解决，怎么解决？很晚了，应该要晚，好像晚了。
哦，还没，这是三八。感觉丢没几块钱。我听他们是说跟有用的 APG 大小有关，就是没用到的部分我还是得，他的地址反正你还要告诉你的 APG 那些没用到的要怎么要做什么，所以跟 APG 的面积大小有关。这就是我上次用那个一开始设计是单纯的，我编了半个小时，但在这里你看48那个卡了很久，这个后面真的是不好的。就像编的不是刚举的这个 A 吗？嗯，不是，我是编另外一个。这个比较简单，对，它就是会在这里一个地方一直卡，然后百分比都上不去的。对啊，变数。这里应该可以用键盘的，这边它没有强迫的，可是你这边用键盘，像你说的要用键盘，好像一个里面不能用两种，不能用混合，那比较好，哎过了。这个戏就是他，这就是那个具体位置，对，具体位置拿出来就放到那个这个事情，取出那个具体内容。9998了。特别有关，其他骨骼，所以这个 display 没有关系，它应该不会自己接到。那现在就努力看，努力看，前面一个左右，前面一个，前面一个。我都想他们再加个底线给他们做一个，我不知道他们给他们做什么。别打微信就好，他会加一个，我有时候都搞不清楚，太多或者是黑色转蛋，微波转蛋，微波转蛋 ，TSF 真正的转蛋，一定会有用，会变成。我们 input 加这一个 reset， 可是这个角对到 reset 这样算对吗？一个我们中间一个，左边是 input 的，对不对？它只有 clock 和 reset。对。input 它 reset 对到就是 N3 什么意思 ？N3 是 input， 就是我们可以看那个表。我不是说我支援54个 input， 对啊，我就是 input 的其中一个应该就是。它平时这个分角有特别的意义吗？没有，它就是我在 IC 上的那个点。就好像应该，就是在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就是你看它动轴有 A B C D 嘛，横轴有1234嘛，那其实 M3 有点像坐标，就是那个点。因为之前我们有拉到位哈，应该都 OK 了，会当 input 的电脑。就是，所以我现在开始，主要就是编辑的意思还是可以好的。编辑 ，reset，
这个，你这个应该是一三零，可是这里没有看到 Clark， 或者不用是，跑路者就是 Clark， 他自己会产生的，这里面就是第十四到第四十九 Clark。哦，这个嗯，在后面再，然后你就一堆的，因为这个然后进来了。这个就不要负责，我只要这个就好。所以不要这个人。那反正不对。我心中的瑞克。心中的瑞克的问题。D L 然后不存在，对，我前面说的微信的问题，第二楼呢不存在，就是它第二楼的那注册，就是这个板子，我们应该列出第二楼的起始。啊。应该就这个板要去。它是204板。所以你刚刚那个是2013吗？对啊。新的话我们是去做那个密码安装，密码安装就是新的那个，对，已经来到做密码安装，它就变成绿色软体之类的。所以我跟听友说，话有什么Win7、Win8，你怎么跟你处理？这样子不一样，干脆不要，因为起 register 那些东西很多事。我也觉得，我也觉得微软在这一方面实在是麻烦。建议他们说，那要不要我们的资料就是一个资料夹，后面多一笔就可以用了。我们最喜欢的样子，绿色。然后我，让那个应该是给我这个相关的，用那个 Visual Studio， 他都会说，哎，什么 User 在哪个资料夹 ，APP 在哪个资料夹之类的。对，那个好麻烦，我要全部都放在 Local 资料夹。
叫取消的。所以这个版本直接把它盖掉就行了。你觉得等管理员？你现在应该是进了管理员。继续。就在我的边边。哦，还有一个，我已经反过来盯到。哎，那可是我还没指定过去。嗯，下来。那你要这样去抓过去。这个就比较困难。这个。好，按它那个。嗯，就指定这边。我觉得它很难在那些哪里。很难在先给它里。那你做这么哦，了解了解，你就不用那么纠结了。了解点可以啊。编辑。啊，对，先进编辑。嗯。我们就整个先在我零比较多的全部拉平。啊、嗯，看哪一段要是一。不会，它是 reset 完之后，它会载入，
载入之后就会开始重塑吧。哎，等一下，你是什么？等一下，第一个。我看一下，它可是它的输出固定值，固定值的不对。哎，我这里 clock 怎么那么密啊？因为他是在 postage 的时候做的，所以照理讲应该要有一个 postage 才可以。然后这里二很怪，这边应该有一个小点是的，我 program 完一开始的值。这边没有 initial 之前的天线没关，可是 initial 完毕以后，等于 post 的时候 initial， 那后面不管是一或零都会跑。对，可是它这里是二，应该要是零，我看一下程序啊。initial 应该是 initial 完之后 PC 应该要是零 SW 我们没有 default， 所以。只有 PC 问是零 ，PC 零，哦对，马上加二，对，这个没错。可是加二，那这里的 IR， 我看一下 IR 有没有 ，IR 的话应该是0016没错啊，0016有正确。那接下来 A 等于 M， 0016。LDI 啊 ，A 等于 M，M 等于，啊是16，这有点16在这里 ，I 是底，所以这应该 A 要是底，哎也没错啊，那可是之后，先这个几个，啊 ，reset 的两次，所以又被 reset 一次。不是 if reset 的话，因为这是有 postage 的时候或者是 clock 的时候，但这里有一个，我觉得这里有一个 bug， 就是我如果今天是 clock 进来，因为 postage clock 进来，对 postage clock 进来，结果它 reset 还是一，也就是说这一段很长，对，那这时候它会继续在执行，对，所以我必须要让他判断一下，就是不能够啊 ，and not， 因为一般我们会切两个嘛，啊，一起。那不然就是要切两个。这一段就不该做了，那就要写两个位，这个拿出去写，这跟这个一起拿出去，那这边就只管卡可动的时候我这边动，应该写两个位的时候就独立出来了，就我看我们刚才之前的饭店会把 reset 的东西
再 reset 还是不是？放 reset 的时候再降下来 ，OK。啊，降下来之后应该就可以开一次。第一个16，看起来2468，至少 PC 是正常的。然后那这个 IR 看起来还是对的，没有跳跃上，可能感觉是对的。A 的话，看起来好像还算有点正常。我看看，我现在是16机位。变一下吗？哎，后面怎么怪了？后面到一个地方的题目。21683645有了，只是跳太快。有了。对了，那没错。后面就没有波波涛的表情了。对对对，后面就没有。后面的是卡克旁边一起都是第一个。所以至少这样有正确出来。那种都要观察器，并且像 SW 就变成可能 PC 的乐盘不会放去那对了，变成恐怕另外一个电路又是要改成。刚刚那个错误的原因是这样，就是我刚刚是 reset 嘛，哈，对，然后我没有加 AES， 那加 AES 的话就是说他每次都做，他还在一的时候。我就已经在加 PC 了，还在一的时候我就已经在 PC 的时候 PC 对，我是 reset 到 PC 院里，他就重复做，而且当他做完之后他马上加了，马上把他下面的加就加了，马上就加，他不要在他下来的 task 里面就加了，对，因为他在这个所以就那个错，可是可能我刚那个 ECARS 没有错的原因是因为我拉起来的时间点是吧？对，那 ECARS 它可能我就是一个，因为波形不一样，就我 ECARS 拉起来的那个波形可能时间点很短，所以它不会产生，它不会抓到的，它是我这个拉的时间点很长，所以还是有差别，呵呵，波形的。不错，这样至少有一个成功已经很不错了。其实这种事可以把导弹跑太快，我可以程式一下的解释，把那个值最后输出到 LED 啊，是输出到 LED 是哪一个是谁？是 是 A 嘛，对不对 ？A 最后会加到是谁？对。就是 A 的前八个 bit 把它塞到 LED 灯，啊，那个板子有八个灯可以用。哦，把它塞到 LED 灯 ，OK。哎，那最近的电就是把它塞到灯泡。嗯，对，我就是之前结束灯泡就停在15。不过我想15再八个 bit 对啊，25嘛，是可以吗？可以。就是说，哦，我上板跟那个上板的差别。至少在板子上面可以看得到，懂了。而且你瞬间，因为如果是采用这种模式的话，感觉就好像在跑模拟是一样的感觉。这个上板子就两分钟下去，它就跑了。可是像这个板子，我们一般来讲，因为它现在已经直接接回来这边显示波形了嘛。那如果说，因为是现在只能靠灯号的话，好像就不太够，对，一定不够。对，那有什么外接的，可能把它接回来，比如说 UART， 然后来终端机之类的，变成就是让它放在40P，哎，变成我 output 拿到的40P 去，好吧？对啊，可是电脑又不吃那40P。电脑不知这是什么对吧？那可是我有没有办法把那个 pin 拉回来，比如说变成 combo 啊或者之类的，然后就是变成我在电脑里面写一个16 port 的那个 IP。
好的，那么他就他才帮我转回来，不然就是电脑接一个东西。哦，那就麻烦了。我现在八个 bit 有那个 USB 的，两个档口，然后八个 bit 可以去接。啊，那么小，可是16 bit 的。嗯。所以他那个，比如说他的那个 DSM， 嗯，我就是他其实他转接后，对 IC 帮你做好这件事情。对。他出来的，因为他输出的值，因为他就只有一个 USB 而已，所以他其实都没有。那所以如果哎，可是他其实 USB 可以做这件事啊，因为这个 USB 现在已经做了那件模拟的事情，那他同时还可以再做另外这件事吧？哈哈哈哈哈。OK， 就好像他 USB 用来当做，他输出的结果那另外接出来。嗯，然后就假设是啊，比如说他的 combo 那个 CPU 在另外接一个到 combo， 他也是用 USB 做的，那等他 combo 完以后，他的行为就变成一个 combo， 像一个 USB 的，然后是三个，所以他不会同时做。对，我当落完了，开始跑了以后，他把它抓回来，所以他只要一条，只做两件事。对，那对，他因为这个又要同时要。同时要，因为我同步去抓去，他一条就没有办法做两个用途，就是实际 engine 要改的，对啊，就是我先 buffer 在 engine 里面，你要切到另外一个出去的时候，再把它，不过不错了，已经有出来就不错了，就是。变成，因为就变成一个 core， 然后放到 SDK 的电路里面，像昨天那个 Simple Risk 那个核心把它换成那个界面机器，因为 FIFO 那个传递已经写好了，那个系统是用来读 OP code 嘛，把它解析出来，送到电路那边来，那 FIFO 就变，然后那个传递的壳的话，就是在里面也。就比较容易，因为装写白口比较麻烦。所以那样子的话，我就可以。原因是这一边的资料我从系统室来，系统室丢到电路里面，那个我们那个 Simple Risk 它其实这样，它就是它有一个白口处理，收进来之后它就会丢到电路，然后对那个 module 就把这个资料传进来。那我也可以就是说，这些资料丢进来，丢完之后，然后开始跑了之后，我跑到某个地方，我就再把输出的 A 给丢回去。对，像昨天那个，它就是可以收到 FF， 只要有个 OP 的 FF 的时候，我就是 interrupt 给它当，对，我就可以当出去，当回我两天前那个状态。改到 C 语言了。我已经有类似的范例去。昨天那个范例有在这里面吗 ？SDK 在 SDK 里面。不是这个吗？不是这个，是在 DB。嗯。对，因为这个吗？PDF 手册 ，OP code 的那个指令中，它的电路的那个就改成好了。software 也是就是这样子。那个很神奇的，可是因为 OP code 不一样，所以那个系统要稍微改一下。是还好。所以它分 VC 版跟 PCB 版。PCB 就只有那个手册。BC 就是一个 command line 之类的 ，command。BCB 它的好处是它可以把它秀出来，原始版，它把 code 的那个原始版秀出来，就比较好，比较好。
包容性，对对对。因为我们他什么什么的，其实伯乐鸡的市场比较好奇的，就我们那时候就是他把那个鸡翅跟那个状态放在这旁边，那就是我们都目前执行到的时候，然后就打个 OP， 他把他们把同时放在一个市场，那我们一系列翻转就走进出这些东西了，所以你没有去对照你的扩大地基，其实看只是看这个状态变化就比较自然，就变得像我们少数人就是用笔写的机器。就是老师的一个 PDF。哦，这就是昨天那一个文件。他从 C 里面读，就是一 C 的版本就是这样。他可能第一次中断点到这里，然后他运作状态值，对，其实的根本的。可是如果你没有去对照 OP code 的内容的话，你不会知道正在对还是不对，不知觉。他解释，可能因为第一行是到这里，所以第一个中断点到这里，所以要自己去对应 OP code。第一次我也到这里的时候，所以 register 90嘛，就是 R0 嘛，R0 是 A， 就是 A 应该是2，后面的那个是 A 应该是 R0 是六，R0 是六，到这里又再塞一次90，所以到这次里加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是变六了。到那个 R2 嘛，就是 R2 的话 A1 2 3 4 5 6 6，就看几个加一啊，因为它最多不用加一。R1 的话应该是4 1 2 3 4 5 6 R0 是6 R2 是6，啊，变成要这样子上下的读音比单位，那变四重。这个是在小的组的演程式的时候是用这样的，但是接下来我想可能就要做 IO 了，做输出路。那做输出的时候，以这个我觉得其实就是说啊，像我们的那之前 DOS 就是都要印一个数字在屏幕上或印一个字源在屏幕上，其实它都是用 interrupt。他之前豆子我们是 INT21H， 你没有经过那个年代，但是那也就是说我设计一个中断指令，那其实我这一颗没设计，另外一颗有设计，它是软体中断。那个软体中断就是说假设它第三号代表说在屏幕上面的指令，那我就把那个字眼在另外一个三个字传给他，然后互相到中断，然后他就会把这个对接的印出来。对，那我就一样，我就在这个执行到这个中段的时候，这一个电路就把资料通过传回去，对，传回去一个字眼就够了。然后这个字眼就接收，就是传到 C 那一端就把它印出来。那这时候我们就不再就不用上了，就是说它就是一个字眼，就是、虽然比较慢了。对，比较慢是一个字眼一个字眼印，但是最后它就会变成可能就会变成一个连复，对，连复跑出来，对，那如果是这样，就是 C 都不用，其实你去架构可以不用改，去读，也是，应该就是这样，可以很细。因为我是白粉嘛，我资料要出来，他偷偷把我去抓，所以我是在OP code pass 到那个呼叫那个要印字的那个人，所以他来看的时候，我知道我的系统就变成我要去呼叫一个绿白粉的东西啊，对，就我可能会先送过去。然后呼叫一个绿的，
我两个月就点上，就好像我们到总统点到的时候，我要去领那个，那我们 read 一下就可以，就算不，就算我不敢，我也是把所有都 read 出来，可是我把印出我要的那个就好了，等于西扣这边我去很多印那个资源，我也许还是为了比方很方便，我全部都是出来，可是我不印那个，我先去做到了，太多的，那就反过来，反过来就变成那个键盘。怎么样？这个对应我要去除嘛，然后再变成反过来变成电路要执行到这边，我家去上代码这边要输入代码。那又是另外一个软体终端，那个软体终端进去它会停住，然后呢，一直等到西扣这边就要过来，就要给墙去按。西这边在 WiFi 上，然后找到，那边这边就从在网络里面，这样就不需要再去做那个 UART 了，然后超级终端机的那一个。因为我们是用西扣，用 WiFi 去做。嗯，就是电路跟 WiFi 之间的这个沟通比较不一样。嗯。输入。还好，我们可能只是这样执行的话，那肯定很多步骤来做一件小事。不过定一个哈喽，哈喽要做很多次回圈嘛，对，哎，啊，输入的部分比较方便，因为我一次到底是应该是接受一个字比较容易，而不是一次接受一行没办法，它都不固定。所以是都接受一根字，可是这样的话，我这边 B 的这边，我就不能够用 CNF 啊，或者 CNCH， 因为它会卡住。变圈。变圈。我这样用 C 有一个可以抓一个字的 ，GetCH 还是 GetCHA 啊？Get C 可以抓一个字，对不对？可是问题是，可是 End 不能抓，它不会送，就是说 Get C 的话，它不会送出去，它是要等到你一整个 line 都打完，它才会送。我记得有一个字，有，我记得之前 Boron 它有那个 Keyboard Hit， KB Hit 那个东西。然后就说他按了一个键，我知道他有按一个键，我再看看那个键是什么，然后再把它放进去。我从今第一个字，如果输入的字只会抓一个字，所以是 get B 缺一样。变成抓一个字。对，可是这个放在 Camilla 会怎么样呢？放在，就是说他抓完之后，这个就不用按 enter 了，他就直接抓。这个应该是按的。哦，这个要等按 enter， 对，因为旁边那里有最后一点。对，啊，这个呢，就是 DHE， 就比如有键盘，我按的，不会按的 enter， 它就吃进去了。哦，那这个可以用，那就做完。嗯，我一按它就吃进去。那所以 get DHE 可以啊。而这个是这个是标准的，哦，这个还不会吸，还不会印出来。对对对。啊，这个按的不会印出来 ，get DHE。我比较记得的是 DHA， 因为我们都会说什么其他任何键继续，对对对，然后就会比较有类似像这样，对，就没有不用这样抓的嘛，我就按这边按的那个键，啊，就是这样，那就继续继续。哦，那可以，哎，这好像还是标准 PDI 标准的，哦，那可以啊，那这个要这个标准，所以只要用按的就是 DHA， 或者 DHE。因为按了可能不知道按对还按错，还是印在这边也出来，就按 H E， 哦，很多遍，对啊，因为主人也要想要查，可是我们抓，叫，可是其实主人员不会很难，只是他会做很多，对啊，就是我，对啊，写code的这些程序员叫，
那这里就有两种可能的做法，一种是这就要打结束字，我一定要最后达到某个字的时候才会。哦，不用，那根本不用结束，因为它是只收一个字一个字。哦，也是一个字。对，那收完收到 enter 的时候，他就认为说这边呀，然后那个就又是组合语言的另外一段要去处理，说 OK， 我已经接到一行了，我要做什么事？那我们就得写一个序。基本的序，基本的序啊。组合语言用组合语言写序啊。混搭，我被发明高阶语言就是为了变简化。对，我已经发明高阶语言了，我应该把它跟我的高阶语言连上去。对对对。不过我的高阶语言感觉好像不太完整，可能要花一段力气。这个是，可是我觉得如果像大学前都有开一门课叫程式语言，各种语法。啊，可是如果让学生知道说，其实会有不同，为什么主语不够，为什么主语不够还要写新，为什么不要写这样，为什么要一直进步，就是为了让你写的人原管在那个底下，越来越轻松呀。对啊，其实像我们同学就是我们其实是跑波圈，我们就要学波圈的语言，然后写，他就用波圈写，就是不断，我们大学课就很自由。这么多语言，每个都要用三星，其实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三星。可是我们知道说，因为这样一个东西，你可能是几行能解决的事情，那边要好几次的。那么你的进阶就是为了那个被考试。其实我现在最喜欢的是 JavaScript， 但是挺久做的。JavaScript 的这个语言，觉得之前大家都觉得它好烂。就是我不能写代码，可是事实上是被误会的，这个也被误会的严重。对，它是浏览器不一致的问题比较严重，是平台执行的问题。很好，它那个语言是非常棒，非常精简的想法，然后整个该有的功能它通通都有，而且非常干净。它没有物件导向。类别概念，但是它有 prototype 原型，然后它透过 prototype 就可以知道植物电脑量所有功能，而且说真的，它不需要 prototype 就可以做到，因为它可以换成就是那种动态语言都有一个特性，我突然之间给它一个栏位，就栏位我可能塞的是一个函数，然后塞一个字串，甚至我塞一个函数给它。就是靠后的主义清变异清的变异，他那将这个开局的时候都是主义清主义的吧？对，但是那他不同变成他的，你说不同的就是那不同变数长度的东西，不同变数长度是什么？对，那靠那边去知道。如果是直译的话，其实它现在是整数，下次是字串，它就会变数位。对啊，因为是直译的。它可是现在因为要速度要提升，所以像 Google 它有一个 V8 engine， 那它那个 V8 engine 是诟病了这个一个问题。那那个 engine 它里面就是把 JavaScript 它放了一个 JIT。AID 的，还有立即编译器，然后它可以立即把 JavaScript 什么程式编成机器码，然后去执行。对，啊，执行完用没有用，它就丢掉。对，所以它变得很快，变得很快。所以像我现在用那个 Node.js 在写 ，Node.js 就是又有 Open Source 的人把 Google 的 V8 引入。可以拉出来，对，然后做成 server 端，就是说，它那个 Node.js 主要是来写 web server， 然后做成 server 端的程式库给你，然后你就用那个很容易的就变成后端也不用 JavaScript 写，前端
浏览器里面也比较接近，所以它就两边都同意。嗯，我越底层我越越累，好累。为了要做一个做一件事情，还要你们还没有听过那个豆子那个 INT21 的连什么东西呀、啊、INT21 我为什么要一直写 INT21？ 对，其实就是我的 input。这个 ID 的当初也创造